他要请你回来。阿爸，阿爸，阿你想回来无？大后尾向阿娘讲，头一个时阵过世的人要回来，行入厝内时阵有风，风铃会来，安尼你就知啦。我问阿娘，啊回来了后咧，敢看会到？阿娘吼，伊槟榔食到嘴口红滴，伊就笑笑甲我讲吼。即款目中水人哦，新民家持的点着就看会着啊！兄弟阿给我送你万几条转来哦，我讲三八兄弟呀，佫算较俗个啦。明天你转来吼，恁爸唔卡，看会着啊！阿爸，这些哦。都是我要做给你的啦，哦，外面整组加起来要十几万呢，要修贵哦，我去路边养扛棒也要好几个月才赚得到啊。我自己做哦，也是好棒棒的啦，哦，你大个哦，雨来袂漏，风台袂包，安尼就会当的啦，啊，你看。香呢？啊，安尼吼，你住阴间最啊，上门口太头，那惊咯吼，咻咻咻咻咻，哦哦，目口有风呢。阿爸，阿你想转来无啦？目前就常走丢。我实在是很担心你找不到路回来。阿刘就说啊，如果不是亲生的，掏钱的不一定会等来，爱挂烟坤。然后啊，他就叫我放一些你喜欢的东西，心里头要一直想你，一直想你，还要一直跟你说话。这样你就可以找得到路回来，保证袂胖去啦吼。阿爸，你记不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天，老师要我们大家写字？